这盆是奇葩，九层塔里面难得一见，紫色的。这个是扦插后的这个辣椒，朝天椒。这一盆是薄雾，这一盆应该是软地。这一盆也是软地，哦，有开，准备要开一些花芽吧。哦，等很久了，已经一个多礼拜了。日本的机小，五点多拍起来的照片，感觉都蛮清晰的。这一盆是软地。这一盆比洛克西是目前唯一开花的，有花苞的，目前看到的，哇，很多，看这个小小的，这个都是，这个，这应该都是花苞，哇，这个要开花了，不过他们说尽量不要让它结太多的果根开花，到时候再慢慢摘吧，因为这是它的第二年。可能还要一年。再来，这个是我的柠檬。